今天是假期，陪爸爸到外面咖啡店喝杯咖啡好吗？好啊。没事，怎么样呢？你自己不能够下来，我们怎么样去呢？旗袍是晚宴的指定服装。这个中秋啊，恐怕有点、中秋交货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你不要被公了，搞命。好的，回家慢慢跟你解释啊。它不重要，现在世界的问题才是最大的。我们回家要开记者招待会。世界大事，世界重要。你要等你自己等，我要在这里等你。那个 Anita 本来是要出钱买下我们的旗袍，我以为他在观众呢。为什么会这样给我？爸爸送给我的，我做他的徒弟的礼物。那恭喜你，成为我爸的第一个徒弟。谢谢哥。再来一次吧。不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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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吃。